这位就是我们401的创始人、发明者。如果没有他，对401这16年来的专注、痴迷与疯狂，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盛大的发布会。你要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是在找林浩吧？他已经被我关进401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林浩真正的身份了。他的父亲叫林世宏，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这位，被你关照了16年。说起来，他应该感激你才是。如果没有你，怎么会有这么感人的父子相认的场面呢？你放心，拍卖会一过之后，钱到手了，我自然会放了他们父子俩。你乖乖的。还好，在笼子里边去。走。接下来，我为大家准备的特别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们的投资人庄先生，给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新人下了注，可是他很不听话，所以我们决定把他关进笼子，让大家见证一下401的终极力量。天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先生，401是我们的原型，不参与竞价。我要的不是401，是他。要活的。6000。10000。电视。